生的悲欢惆怅，和你贴心。时间跟刘亦菲聊天，然后她周围的就是工作人员讲，她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好，但那个时候她刚好外面就是要拍照要采访什么的，但她突然之间就是情绪很崩溃，她就冲到洗手间里去痛哭，哭完之后收拾好自己出来继续做采访拍照，今天一天的工作日程。希望我性格尽量不变吧。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演员，其实你看他们都是保留一份童真的。我也不希望我过到30岁或40岁的时候，当然不可，有些东西不可能不变，但我也希望我自己还是能够乐观的，然后简单的去处理事情，认真的去工作。